第二个证据就在于我们的无名指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要更长一些。我好像更短。我也差不多哎。我的无名指更短怎么办？这个是体内的睾丸酮决定的，睾丸酮水平越高，那么无名指相对于食指就越长。就灵长类来说，如果它的睾丸酮水平越高，它就在性上有更强的需求。所以我这是性冷淡了。这个得来一个，这个，这来一个吗？这来一个干嘛嘞？就是以后去出席公众场合，你握手的时候就看人家无名指多长吗？大猩猩的睾丸酮水平都特高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雄性大猩猩的无名指几乎和中指一样长。这世界很酷。